年年有型啦，先有強強國軍啦。第九場啊！哇！啲冷腳犀利啊，真話第八場嗰啲啊，啲完全都唔喺射程範圍之內。十二個無敵勇士，好嘢只馬，十九倍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三，前次第二咁樣啊。十二號，十二次出賽就係0.4上名，0.08取勝率確係低啲，但係上馬率唔差，0.4。哇！啲大道至正可以跑入嚟嘅，上次十一，前次九咁样，真系好犀利喎！真系。上次算啦，局初十二档嗰场麻雀啦。我再揸翻只一号合伙红心嘅啦，都赢咗出嚟啦。如果唔系真系揸得冇得剩嘅，真系呢啲咁嘅场合。十二系啊，揾啲实力买买下 Win 啊，咁啊系好嘅吓。你其他村咩都系好多个未知数喺度。九号六大顺九倍莫雷拉，跑过两次未上个名嘅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五，今次系第三次出赛。莫雷拉又肯同你跑下，咁咪几好啦，咪上次田泰安3.2倍跑第九啊，大热门嚟嘅上次。跑第九一毫子位置都冇，咁今次又有啲赔率啦。一毫仔五门齐。試過熱門嚟嘅喎，上次係2.5倍跑第六嘅喎，上次潘頓騎喎，上次而家加咗俾薛恩128磅，唔係好重嘅喎嚇，唔係好重嘅喎，128磅呢只馬咁嘅樣，我第一次出賽時跑第二，咁所有貼士界以為佢好勁啊，就女城熱門，咁啊上次就跑第六。前次跑第七咁啊，即系佢系6.7、6.42咁啊，即系越跑越后咁样啊。但系呢马应该唔系话咁差嘅马嚟嘅吓，即系跑过五次呢个路程就入过一次 Q 0.2上名。二号勇闯，嗱勇闯啲近绩就唔错啊，1.42227咁啊，几好啊。咁啊呢个路程跑过八次。0.625上名，0.25取胜，即系跑八次赢两次，即系二号仔几好啊！上次第一，前次第四，然后就再前啲就跑个三次第二咁样啊！蔡若翰马房二号仔何铭年，隔晚八倍，咁呢只马赢咗佢年年有型啊！今次报仇咧，年年有型啊！田泰安三号仔美丽喝彩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八，跑过四次最叻第四嘅啫，初跑此程，今次第五次出赛，40几倍啊！标志将来上次跑第七，今次就系第二次出赛，班德利初跑此程。标志将来五号仔多里神区上次第四，跑过呢个路程跑过一次第四，好啲就可以入嚟啦，系嘛？38倍，霍王星跑多里神区六号五倍有飞啊！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八。本路程咧就跑过四次，入过一次 Q 啫，即系0.25上名，未 win 过。近绩咧就有次第四，一次第八，六次赛程咧就系、是、最叻第二，喺负六嗰次做到嘅。近期就系跑第四啫。之后赢科超影，上仗跑第一嘅呢只马，赢科超影75倍跑第一嘅喎，大冷门。
上次赢马嘅时候咧，就系、是、之前跑11、12嘅话，即系呢啲马。唔知嘅呢啲马，赢咗一次之后又跑得好差嘅呢啲马。11、12、12、12咁样吓，即系吓上次跑第一嘅时候，连续几次跑十几嘅喎。年年有赢一只热门嚟嘅啫。你年年有赢咧，上次又俾只勇，边个勇抢赢咗啊？田泰安连续跑两次第二，即系好似只合火红心咁啊！连续跑两次第二，咁田泰安而家就跑，上次田泰安跑第二啊。高东尼马房。我胆大威猛呢只马咧，就近期就唔系几好，12、11、12、10咁啊。但系路程咧就系、是、跑过16次，赢过第二，咁啊成绩表就有0.3嘅上名，0.125嘅取胜，但系近绩就成日都跑十几名嘅，都唔拣唔落噶。80倍嘅大才啊，第二次出赛。上次跑第九，初跑此程，大才就大用啊，大才小用，大才都唔错啦，啲个身都做得唔错啦，但系我估佢瘦瘦削削呢啲马跑长啲会好啲啊。咁啊，呢场就赢过嘅有四只啦，7、20、12，七号是赢科超影，二号勇闯，十是胆大威猛，呢好耐之前赢过啊，12咧就系、是、无敌勇士，咁啊就七号啊胜出得比较好，七号二号比较好，咁啊上面嗰啲较高就系8号、2号、12号、7号呢啲，咁啊近绩较好就系8号、2号、5号、12号。我揀八号，但系应该系佢自己可以操控步速嗰种。莫雷拉得唔得噶？九号六六大顺。一号又未见过，我揀八号九号啊，八号九号。系快嘅话，勇闯有机会再冲上嚟噶。勇闯就加咗榜咯，4点几啊 ？Jenny 中意五号二号。中意多里神區，上次跑第四嘅二號就係勇闖，上次係贏咗年年有型嘅。九號咧就路大上我要啊，11號大財上次跑第九，冷門嚟嘅11號70几倍。我咧又揀8號年年有型，同埋9號六六大順，幾好嚇、啊，好似對對咁啊，年年有型，六六大順咁，好似即係幾好啊。一号咧就系、是、五门场，上次大热门潘顿就跑第六嘅，咁啊换咗俾阿薛恩，咁其实潘顿可以骑翻呢只马噶，咪128磅又唔系做唔到，咁啊点解会潘顿呢一场冇马骑嘅咧？点解咧吓？换咗个薛恩好唔好咧？就唔知讲态度嘅跑马系咪？勇闯咧就。上次何铭年咧就赢咗就年年有型嘅，咁佢而家就加咗分。美丽喝彩啊！上次就蔡明少，而家换咗何泽耀，唔知道好定唔好啦。四号标志将来咧就上次周俊乐，而家班德利。五号咧多里神区，上次霍宏星，今次原班人马再嚟过，都系冷门。四号仔。就11号仔个跑小只啦，70几倍算数啦。重复下我哋呢场嘅推介啦，就冇11嘅。七号盈科超影，上次马亚跑第一，而家马亚再嚟过，七号仔又系30几倍。年年有盈咧，就上次
3.9 倍跑第二，田泰安，咁今次田泰安再嚟个跑个靓档啦，二档睇点啦。六六大顺咧，上次系大热门，田泰安其实就跑第九嘅，咁而家就莫雷拉骑翻。咁十一应该唔跑嘅，得翻十就近绩好差啦，十一、十二咁样啊。无敌勇士咧就9.324，其实都几好的，梁家俊呢只马三档，12咧系呢个13倍系都几好搏嘅。咁我咧就拣，我拣8号、9号。11号而家喺个海喺个起步终点嗰度。镜头见住呢一只就系八号仔，个骑师约束唔到只马，俾只马走甩咗，咁应该冇钱收噶咯，应该。12号仔咧就系、是、有六格嘅，而家叫无敌勇士，几好啊！梁家俊呢只马，点解呢？因为佢上次第九啫，但系前次第三啊嘛，本个路程都有0.4嘅上名率。档位有三档咁，即系所以系有啲人关注。咁八号仔仲系年年有赢，上次咧就系输少少俾勇闯咁样啊。咁而家就再嚟过咁解。嗱呢个二号仔咧就都系有飞嘅五倍，勇闯咧就系、是、六次赛程有4个 Q， 好叻噶都。所以二号、八号咧都系。好劲啊，都系啊！加油安啊，系啦、啊，除咗个号码布，嗰个 Jenny 啊，走甩咗只十一，就改翻只八，咁我要8号、9号。年年有型，猛烈啦！但系好少马好似佢咁多汗。佢系嗰啲啊。个红灯就有八号仔一路退出，12号仔咧而家变咗10倍，上次系48倍，所以呢只马系比明显比上次多飞嘅。年年有型，全部跑不准备就当九场赛事，三班千二嘅短途赛，一枝独秀大热八。好，你一起步年年有型，应声弹出啊！响外边胆大威猛，第三位无敌勇士，第四位五门齐，第五位外边美丽喝彩啊！马林中间紫色衫咧，咁啊有呢匹就勇闯啦，内栏标志将来啦，咁啊再见到马林中间白衫红帽佐治勇驹啊，后边三只六六大顺响尾三，依家尾四，褪咗内尾三勇闯啊，后边两只多利神驹蓝衫咧系赢科超影嚟噶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好顺利就摆到喺前面走，年年有型啊，咁啊接嚟咗大有半个身位。到啦，外边啊胆大威猛啦，内栏第三无敌勇士，中档第四五门齐，外边第五仲有美丽喝彩啊，第六位就标志将来啦。咁啊见到红帽白衫咧，有佐治勇驹咧，揈到大外档，仲有勇闯啊，六六大顺拱埋佢哋一齐出去啦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三百啦，年年有型，仲有享受啊。咁啊占先咗大约一个身位到啦，中档有胆大威猛啦，五门齐啦，外边六六大顺啦，大外档仲有勇闯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年年有型咧就放顺咗，仲有一个马威优势，响后边好细只啊，五门齐。第二位、第三位无敌勇士、第四位赢科超影啊，接近终点啦！咁啊，田泰安又赢多边，三宝有冇机会告东嚟？年年有型赢啊！赢咗个边又冇咗条 Q， 唉、哎，真系咧！呢只、啊、五门齐都几好啊！呢只五门齐，七号仔赢咗。赢科超影都是冷门嚟嘅。系啊，执翻个 win， 但系穿唔到啊，成日都穿唔到啊。十二号无敌勇士落飞嘅。八号仔赢咗，赢咗几个 win 啊，真系热门 win。又夹晚大热嚟嘅喎。睇下点跑，我又揾下啲966大顺嗰啲去咗边啊！真系，咁啊，
八号仔应声弹出，十号仔胆大威猛外边，但胆大威猛啲近职唔好嘅，咁但系有啲前速都好噶啦。咁啊，八号仔打得好顺啦。咁呢只梁家俊呢只咧，落飞落到十倍嘅，上次几十倍嘅就系第跟住第三位。咁啊，一号仔呢只叫做五门齐咧。即潘頓的氣旗啊，因為炒了潘頓啊，俾呢個薛恩騎，咁佢又上嚟在前面跑，態度好啲。咁啊，而家個綠色衫嘅八號仔就在前面跑啊，都幾好啊，真係啊，馬就咪撲到佢啊，真係。咁跟住呢個薛恩上緊嚟，同佢穿咗條 Q 啦。六六大順喺邊度啊？喺呢度。六六大順喺呢度。成日都系好后嘅，叫后上不及。哇！呢、這个梁家俊死顶死顶。哇！呢、這个七号好犀利啊！呢、這个七号仔，呢、這个赢科超影真系好犀利，真系。十二号仔就赢少少，即系睇飞咧，好多人捉中呢只噶。咁啊，捉翻个 win， 又穿唔到啦！唉，八一十二七。跌喺10.05，跑第二名咧就系一号嘅五门齐嘅林尾咧都着咗。